咦，红爷，唉，出门啦，哇，好彩我行快步啫。咁啱啊，凌长，项某刚刚有事想揾你，提防隔墙有耳啊，我知道一个好隐蔽嘅地方，猫冇人骚扰噶。好啊，就去嗰度。 哎，康爷，呢就系呢度啦。平时啊，真系鬼影都冇只噶，真系死咗都冇人知啊。喂，康爷，试下呢间老字号嘅醉鸡啊！佢嘅醉鸡系徐佩苑啊，最出名啊！你嚟试试先。我唔肚饿，你食啊？食啊？喂，食得整碗酒啊！咦，呢啲酒咧系极品靓酒嚟噶，唔系极品啊，都唔敢拎嚟招呼啊，康爷你啦。 你系我行业只嚟同佢对饮三杯，几咁好啦？啊，系啊，康爷，你话有事揾我嘅，咩事啊？哦，你同我保守秘密，我想嚟多谢你一声，同你饮翻杯。系啊，你唔好咁讲啊，小人自福噶。康爷，你系大英雄，我敬你先啊，嚟饮食。 单止我话你系大英雄啊，连萧何、萧公曹都话你系大英雄啊，佢佩服晒啊！佢点知嘅？我话俾佢知噶啦，你仲要点啊？唉，佢一听我讲完咋，就即刻话咧，不出三五年咧就一定会天下大乱啊！我真系好羡慕你咁推心置腹嘅朋友，可惜我行业做嘅事系关乎天下苍生，有时实在身不由己。啱噶，你做大事嘅人。 少不免你有时就会受气到落心狠手辣噶啦嘛！未酒当前，你就食多啲饮多啲。咁我做白鬼啊？同你讲少咋？其实以康爷你咁嘅大英雄，杀我都嫌整污糟你把剑啦，系嘛？不过，如果你系要杀人嘅。 我杀咗华俊佢啦，边个华俊？阿允阿允仁夫佢嚟散嗰个监兄啦，狗仔都13岁咋，喺途中已经病死咗啦。我应承佢梁振保佢平安噶，我仲应承大其他人保佢哋嗰个平安翻嚟噶。其实我边度识得成华个狗官啊？我呃佢哋嘅啫，我乜都讲大话，我希望佢哋啲家人。 好过啲，可以有希望咁做人落去。我呃佢哋嘅啫，佢哋去修篱山筑长城，就实有命去冇命翻。我送佢哋去死，真手送佢哋去死系我啊！喺暴秦之下，边个过嘅唔系苦日子？阿康爷，你明白就话啫，个个都当我系朝廷嘅走狗。 仲有最卑微嗰只，明知佢唐大人，我怨令大人系衰人，我都唯有唯命是从。我见我企我唔可以坐，其实我哋有血性噶，我都唔想拉啲人灰死噶。但系咁样时势，我做到啲乜嘢啊？除咗饮酒，除咗扛哥当哭，我咩都做唔到，咩都做唔到啊！我帮你放心，保存秘密，他日残害老百姓嘅呢班农夫。 必定不得好死。江总，康爷，边一日起义，你只要一声令下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，我刘邦一定誓死相随。好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。康爷，你年纪比我大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刘大哥。康老大。 刘大哥，我哋以后就生死之交。慢住，嘿，洪兄弟，有你叫我一声刘大哥，我连呢个芝麻绿豆嘅小官吏我都唔做。好，大风起兮，云飞扬，壮志凌霄兮，上山岗，安得壮士兮？ 系咩家伙？你睇你唔系老咧，你个官啊？衣冠不整，你系咪唔想做庭长啊？系你出声大班人排住队做噶？唔系，梗系唔系啦！啊，一定系夏侯英佢整鬼我，我而家即刻带翻落去。
我哋都真系啱啦，原来阿女小姐要嫁嘅人真系你啊！何子啊，做婚期都订好晒，冇花冇假噶。何子啊，连嫁娶酒席都包晒啊！我哋连半制钱都唔使出啊！何子啊，原来佢系都系富甲一方嘅会稽首富吕文啊，吕小姐真系名副其实嘅千金小姐啊！嗱，呢两盆水。 你唔信镜都信下盆水啊，睇清楚我咩人啦！我好清楚，我真正嘅为人系点样，你仲未知嘅。嗱，等我讲俾你听啦。唉，我出身寒微，不学无术，西瓜咁大个字都识唔够一箩，仲贪财好色，一事无成，连呢个泗水亭嘅亭长啊，都系我阿爹将佢啲棺材本买翻嚟嘅。 咁你贪我咩好啊？我咪就系中意你，够坦诚，为人好。为人好就唔会连妻房都留唔到啦。十几年前啊，我娶过妻嘅，佢就系不合我中日流连在外，群埋班猪朋狗又拈花惹草，一系咧就斗鸡啦，啊赌钱，卒之咪赊借度日，俗语就下堂求去咯。 咁系因为佢唔识管教你啫。嗱，就好似抹完脚嘅布唔可以用嚟抹面，呢样嘢你迟早会改，仲会越改越好添。哎呀，咪制啦！我呢一世人咧最怕俾人管嘅，我懒散咗几十年，自由自在咗几十年，你俾个皇帝我做我都唔制啦，咪讲话你啊！ 凭住嗰几个臭钱想嫁俾我啦！你平心静气啲。就算你心盲眼盲啊，我刘邦我都积翻啲阴德啦，唔想害人害己啊！你要嫁人嫁俾第二个啊！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